我们这里的洗衣机呢，大部分都是全自动化的，然后现在呢，已经很少卖这个半自动化，因为很不方便，所以就比较少人用。因为而且它占的空间呢就比较大，所以呢就不比这个全自动化的洗衣机来得方便。全自动化的洗衣机我觉得这一家其实是很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呢这个是公司新出的这个洗衣机，然后里面的马达功能也很好，它加强了可以洗很多很多的衣服，而且它造型上面也是很节俭很方便，所以就是你放在任何地方呢都不会有阻碍。如果说你想比较便宜比较实惠好用的话，那你可以考虑这一家，这一家也是很好卖，然后上个月呢就已经卖到剩下十多家，然后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促销啊，所以就希望把这个十多家赶快清掉，所以才会卖得这么便宜。而且它有这个98%的这个杀菌功效，还有这个5年的这个保障，然后5年内你可以拿回来换。叫那一步怎样？那一步是客人拿回来换的二手货。那不要多少钱？300块。如果我要了它，你们即使可以送到我家里。你最近的工作表现大不如前，我知道你面对一些私人的问题，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的克服它。我们的公司非常注重团队精神，我不想因为你一个人呢，影响其他同事的工作态度和团队的精神。刚才没事吧？没什么，这都是工作上的东西。怕什么啊？他都走了。买了洗衣机啊？买了部二手的。为什么不直接买新的？二手的就好啊。Thank you.
怀疑我？我想不会吧。嗯，那就对了。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我想我也想不到一个人。对，所以说外星人，他可能就是来自其他时间的人，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因为你的洗衣机是二手的，所以呢，你洗衣机的保证卡已经过期了，我们公司是不会负责的。那怎么办？我建议你联络有关厂家，请他们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等一下，我现在给他们的电话号码你，你可以联络这个号码，78769578。78769578。啊，其实你的洗衣机有什么问题啊？是这样子的，它常常跑了一半就停了下来，有时候几乎都不能开动。
再见。家里洗衣机出了问题哦，请问你们能不能派人来检查一下？哦，原来是这样，这是有关技术修理部分的问题，我帮你接去技术修理部门，请您稍等一下，谢谢。喂，技术修理部门，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子的，我家里的洗衣机呢，常常走了一半呢就停了下来，有时候几乎都不能开动。你可以告诉我你那部洗衣机的款式吗？稍等。TH73。TH73。这个款式我们公司已经停产了5年，我们没有修理的，即使我们想修理，洗衣机的零件已经找不到了。这我应该怎么办？我在这里有个建议，你可以试一下送你的洗衣机去电器店修理，他们应该可以修理好。不好意思，帮不到你，再见。哎，老兄，你到底想怎样？你真的好几天没有动了，知道吗？你再这样下去，我的衣服可要臭死了啦！帮帮忙啦，拜托，拜托啦！问题哦，奇怪，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在跑着，没问题，我检查不到的不，他就是这样子哦，常常跑到一半就停下来了，这情形我已经遇到5、6次了，有时候啊甚至不能操作，不如这样子啦，不能再拿去厂修理看看，但是如果没问题的话，送回来要算钱的哦。有时间留下来吗？我们一起等等看。他真的是跑了一半，他就停下来了。先收了。如
如果真的再有问题的话，再联络我了。从前的照片带来的，而且这个照片呢是十个月前呢、她张小姐呢跟公司的这个旅行团啊到这个布劳瑞岛去旅行的时候所拍下的。好，现在就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来看看张小姐十个月前的体态。我想询问一下有关这个茄子鸡的做法。哦，首先你一定要买我们的豆豆茄子。哦，已经买了。那么你要准备一只鸡。请问这只鸡要多大只？请问你是准备多少人份？两个人吧。两个人，是不是只给你女朋友吃啊？是这样子的，她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广告，然后她想试一试啊。算是吧。你很体贴，我叫我男朋友煮一碗面给我吃，他也不肯。不好意思，请问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有关茄子鸡的做法了吗？
先嗰個茄汁雞喺邊度買噶？咩買啊？我煮噶。你煮嘅？嗯，好食咧。唔錯喎。係咧，你嗰個洗衣機整好未啊？我個洗衣機咪係咁咯，一日用得，一日壞，一日用得，一日壞。阿弟未話佢過嚟幫你睇下嘅咩？阿弟啊，都冇翻過嚟成幾個禮拜啦。你有冇打電話俾佢啊？有，真不時都打去嘅，佢嘅手提電話，唔係冇人聽咧，就冇開機添。咁佢做工嘅地方咧？做工嘅地方唔方便噶嘛？你點知道佢是否中唔中意人哋打電話揾佢啫？邊有係嘅？係咧，阿爸。嗯。阿弟佢最近係咪有幫你借錢啊？冇啊。真係冇。冇。滿著佢揾到個新女朋友咁啊，忙添啊，冇翻嚟咯。佢都唔細噶啦，應該識諗啊嘛。望著佢未決定想做乜嘢，揾咩職業做咁啊！我哋應該俾多啲時間佢啊！你咪唔知啦，佢成個好似斗記仔咁。咁又係嘅。咁你同你嘅男朋友咧？咩啊？我係問你哋兩個行成點？未有起咁，最近大家都好忙咯。你哋兩個拍拖都拍咗成五年啦嘛，啊？而家又住埋一齊啦，有冇諗到結婚啊？依家都咁忙，遲啲先算啦。你都唔係細噶啦，冇等咁耐啦。你公司最近很忙吗？为什么每天那么迟回来？是啊，很忙啊。早点睡啦。
你叫我去上班，我要打扫客厅、房间，房间里的衣服通通拿去洗，厕所马桶帮我洗干净一点。今晚回来我要吃饭，记得煮哦。今晚一起吃饭。不好意思啊，我有些东西要做。约好人呐？没有了。
过来。拿着。等一下。
东西。哎，干掉！要不要女人？什么女人？道长。爱我。爱我。太贵啦，一百啊。还不可以啦，不如这样啦，百二好吗？便宜的，百二，百二，百二，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吃饱了没有？你先去冲个凉。记得大便了。
先生，要不要你的？这什么？哎，哎，放手啊！你的女人厉害，他妈的，我的钱包、手机通通给她拿走。哪里有？怎么没有？哪里有？喂，等我，你们等我，喂。点啊，老细！上个礼拜嗰个就唔掟啊，麻麻地啦，冇乜特别。诶，睇过，呢个最新嘅，冇介绍错啊。好睇啊！啱你睇噶啦。好，我一只。OK， 唔该晒，$25啦，老细。OK，thank you。
走了，你丑啊。Hello。阿黄生有冇喺度啊？喂，黄生。得閒啊，今日唔使做嘢。係啦，自己放自己假啊嘛。嗱，整理嘅。喂喂喂，呢份報紙係尋物嘅。啊，呢度啊，呢啲就係整理啊。都算你係乖仔。笑乜嘢喎？叫雞啊！喂喂喂喂，你想唔想我攞把刀劈你啊？唔好咁嘢地，後生仔唔好咁落去。阿子啊，啱留喺度食飯啦，嚇？好啊。婆婆係喂，食完飯啦。幫我整好個洗衣機去。今日咩唔好啦？你真係講咗幾個月話同我整都冇整到。唔係啊，今日冇帶架撐啊。哦，係啊喂。你咁多個禮拜冇翻過嚟，點解唔帶你個 friend 過嚟食飯啊？散咗咯。又散咗。喂，你今年啊換咗三個 girlfriend 啊，知唔知啊？換 girlfriend 好平常啫嘛，個個人都係咁噶啦。平常平常，你哋啲後生仔真係。老豆啊，講真嘅，呢個女人邊個嚟嘅？我都話我條女啦嚇，你聽唔到咩？唔係啊，我問你邊度嚟噶？街邊執翻嚟咯。喂，喺個雪櫃幫我攞只雞出嚟喂。哦。
Hello。Hi。你叫咩名啊？啊，系啊，你点识我老豆噶？我叫咩名字你知噶啦，我叫阿 D 啊。你食唔食煙噶？唔中意食，咁我食噶啦。其實咧，洗碗唔係咁樣洗嘅，不如我教你啊。你咁樣洗咧，好容易刮花。等我教你，你要順住個位咁樣圓形嘅洗，咁後邊都要洗啊，後邊都會。下茶噶嘛，系，咁你后边都系洗下，边同边都系要洗，明唔明？系啊，嗯，教你洗一次，咁顺住佢，我哋侧边同边都要洗，跟住后边都要洗，就唔影咗啊，知唔知啊？咁咯，嚟嘢洗先，好。除咗洗碗之外咧，我其實做其他嘢我都好叻噶，洗衫我都識，洗衫，我洗啲衫咁咯。呢塊布咧就唔會用洗衣機洗，如果用洗衣機洗嘅話咧，就容易甩色，知唔知？但用洗衣機洗嘅話咧。咁嗰啲線就會甩啦，咁一定要用手洗，嗯，知唔知啊？咁都會有呢啲漏，呢啲。哇！咁得閒啊？嚇？啊？冇嘢做啊？嚇？幾得閒啊？洗衫？点啊，咁好，请我食嘢，咩事啊？冇咩事啊，咁耐冇见，谂住约你出嚟倾下偈啫嘛。咁好，系咪想借钱啊？家姐啊，都话出嚟倾下偈啫咯。系啦系啦，但系咧最近有冇探阿爸？我就系想问翻你同一个问题。点解啊？你上一次翻去探阿爸系几时啊？上一次啊，一个月前啦。最近好忙啊嘛，都冇时间。咩事啊？我上个礼拜翻去探过阿爸，佢而家同一个女人住埋一齐。咁都冇咩啫，阿爸佢一個人住咁耐，都係時候揾翻個伴噶。啱嘅，不過你最好翻去睇下個女人咯。點解啊？個女人好後生噶。
公司做嘢做成點啊 ？OK， 不過前幾晚有個同事喺街邊被人用刀插死咗。打劫啊？唔知，拉唔到人。咁啱啊，黃生，食唔食煙啊？講咁多做咩？整支嚟先。系咧，你叫咩名啊？你同我爸点识噶？其实我好想知道咧，点解你要同我爸喺埋一齐嘅？我爸年纪咁大，你咁后生。佢可以做你阿爸喎，你覺得咁樣好咩？你将啲嘢摆成咁嘅，如果你唔喺度嗰阵时，我爸点算啊？唔该，你将嗰啲嘢摆翻原位好唔好？唔该。食藥啦。阿爸，嗰個女人係邊個嚟噶？你喺邊度識佢噶？佢係邊個？我喺邊度識佢嘅？唔重要噶。咁都係嘅，起碼以後屋企多一個人照顧你啊嘛。阿爸，如果你有咩需要嘅，你可以 call 我噶。都充满着无穷的生命力。
太神奇，而且太有学问了。对，而且第三个特点呢，这个番茄酱它不再是你厨房当中的一个用品那么简单而已了。哦，为什么？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它除了可以拿来煮菜，可以拿来蘸你的炸鸡吃之外呢，它其实可以拿来当成饮料，或者是当成外敷。还能当饮料跟外敷？对对对。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产品。那很多家庭主妇呢，她在家里煮菜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不小心呢，在切菜的时候切到手。对，我常常就是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呢，在煎鱼还是在炸鸡的时候呢，也会被油弹到手上。对对对。那这种时候呢，如果你还要离开厨房呢，到你的医药箱呢去拿这个药物呢，就太麻烦了。时间太晚了，也非常疼的时候。对，而且每个人的厨房呢，就一定少不了番茄酱。你只要马上拿起我们多多番茄酱呢，然后呢，把它擦在这个涂在你的这个伤口上面呢，你马上呢，不消三秒钟，你就可以感觉到呢，你的皮肤已经恢复像之前。有这么神奇？就是偷偷番茄酱，它除了是一个配菜的佐料之外呢，它还可以有这个药敷的功能呢。它这简直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番茄酱嘛。点解你换晒啲锁啊？锁旧咗未换啦。爸开门啦。公司见啲嘢平，咪买啲俾你咯。诶，使咩麻烦到你啊？如果我要乜嘢，我自己去买。咁我得闲啊嘛。做咩会买罐呢啲咁嘅嘢翻嚟啊？你中意食啊嘛？我旧摆系中意食啫，我冇食呢啲嘢好耐啦。唔使麻煩你啦，如果我要咩咧，我自己去買。阿爸。其实我同阿爹都好担心你同嗰个女人噶，有冇担心？你唔觉得嗰个女人好有问题嘅咩？有咩问题啊？你同你嗰个男朋友
搞掂你哋自己嘅事先，先嚟顧阿爸啦。阿爸，我係你個女嚟噶，嗰個女人算係乜嘢啫？嗰個女人同我嘅事，你哋唔好理。Thank you.
我谂我哋要谂个办法解决问题。咩问题？个女人咯。你唔觉得自从佢嚟咗之后，我哋屋企就发生好多事嘅咩？你有冇谂过个问题可能系我哋啊？
放心啦，老豆冇事噶喎，过多几日可以出院噶啦。
你玩過未啊？你仲想點啊？你搞到我爸依家咁，你仲想點啊？係咪仲想害埋我四佬啊？你唔好以為我爸肯收留你，我就會驚你喎。我係唔會驚你噶。我同你講嘢，你聽唔聽到噶？我講嘢嗰陣時，唔該你望住我。你究竟想點啊？你唔好以為你著住我媽件衫，有些少似我媽後生個樣，我就驚你喎。我係唔會驚你噶，因為我唔係你個女啊。我是不会惊你的，因为我不是你的女儿。爸，你食啲嘢啊！你啱啱醫院出嚟，你唔可以唔食嘢噶。爸，你食唔食蘋果啊？食藥啦！爸，
我就買啲嘢我就走噶啦，我聽日再翻嚟見你。你記住食藥喎，我聽日再翻嚟啊。600啊！總共600。叫咩名？我叫咩名關你咩事？俾錢啦！安哥，
当成狗也不如的傀儡，把我的时间做了你无知的，被拉着鼻子就让疲惫。